地方的议员的一个热心吼，啊，咱伫这个过程内底吼，真欢喜看到啊，咱的民众吼，这么侪人的参与啦吼，啊，大家不是讲要来填这个桥的菜，其实大家嘛想要来斗解决这个菜农的问题，啊，我是贵州人吼，啊，真欢喜吼，啊，参与这个活动，好，感谢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季顿啊，伫遮感谢各位乡亲对指导中心的支持。啊，季顿啊，嘛伫遮拜托各位乡亲对指导两位选举，麻烦各位乡亲支持各个人。还有16万的经费，可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农民，拿来跟这些我们的乡亲结缘。我来当用口舌的啊，即马都无通情啊，哪讲？啊，过量啊，伤多啊，所以卖袂出来对啊。系啊，啊所以这边市议员甲大家买高丽菜，够帮忙。有啊，我炒偌济咧。是啊，安尼，老婆以后就惨啊。选李伟啊。啊，选李伟。啊，接到民调，你要讲选谁较好？好，较老实，爱心。来，台中市议员，台中市议员。